燕大人这步棋又把自己逼到了绝境。是卑职棋艺不精，殿下又赢了。大人似乎有心事。一些家中琐事而已。我听阿倩说，前几日她替我去送玉佩时，把夫人惹不高兴了。要不然我让阿倩去把夫人请过来，我与夫人解释一下。殿下误会了，卑职与内子只是有些生活上的小矛盾而已。难道夫人还不知大人的身份？放肆！此处是你想进便能进的。我夫君叫燕无名，我刚刚看见他进去了。你让我去找他。阿谦，不得无礼。诺。小念。夫君，你真的在这儿？我刚去仁安堂找你，没找着。我在路上见到一个跟你身形很相似的人，我就跟着过来看一看。小念，夫君，你放心，你来出诊嘛，我不会打扰你太长时间的。想必这位就是燕夫人了吧？这位公子好气质啊，想必就是我夫君大半夜也要出去医治的病患吧。我只是一位久回故里的旅客，暂居此处，感染了些急症，所以才差人请燕郎中过来替我医治。那公子若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借回我夫君一炷香的时间吗？今日是我的生辰，我给我夫君呢做了一件衣裳，咱们晚上不还得一起逛灯会吗？但是我担心这个衣服他穿得不合身，所以呢提前让他来试一试，这样我也有时间可以改吗？不信可以看一看。夫君，这里面只有衣服。我跟去旁听是吧？夫君你急什么呀你？他们好像很恩爱。夫君，我来给你穿衣服吧。夫君，我手上只有衣服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我来吧。夫君若是不肯让我给你更衣的话，那我就叫门外的阿谦姑娘进来。说来那位阿谦姑娘看着好生眼熟啊，是不是在什么风花雪月的场合见过？哦对了，夫君，你之前说你的手臂酸痛，现在好些了吗？我没事了，你呢？痛倒是不痛，只不过我才想起来，这是因为一个客人推了我一下，我才撞到手臂。说起来，我跟这个客人以前很熟的，只是没想到竟然会一言不合就对我下如此重手。夫君，你说是不是不值得？夫君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只是给你带个腰带而已。哟，夫君，这不是我那把匕首。你随身携带这么锋利的匕首，这是要防着谁啊？难不成睡觉的时候也要带着吗？你觉得呢？
你这个衣服肩头有点窄，我拿回去改一下。晚些给你送来。小念，你今天可以就在家里，哪儿都别去，等着我吗？那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从此再也不过问任安堂的任何事情。你是希望他去梨园呢，还是不去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若是去呢，那我就得利用他，我必须杀了世子。可他要是不去呢，那就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我，只想保护世子。那我们就会在前上别院正面交锋。可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们夫妻之间的情分都走到了尽头。你现在需要权衡的，就是他重要呢，还是你自己重要？这与寻常夫妻间的道理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两全之策，而是看谁更愿意退让一步。这对于他来说也是如此。燕大人，我要是没听错的话，今日是夫人的生辰，现在已经虚实了。你是选择去陪夫人过生辰呢，还是留下来陪我继续下棋？殿下，恕卑职先行一步，卑职会加派人手守护殿下安全。殿下，他……我猜他应该是去找他夫人了。你看他们感情多好啊。阿青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小念。我想与你好好聊聊。颜无名，我以为原来你在利用我。不是，谁让你们来的？别争过，不然我会杀了你。小念，小念，小念，房主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宝儿呢？宝儿同文公子听戏去了。好了，你去跟他们一起听戏，不到天亮，谁都不许回来。可是你这……走。房主，快去吧。房主，房主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姑爷，夫人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但是他让我去找宝儿姑娘，不到天亮不许回来。很好，红枣哪儿也别去，看住任何想进来的人。宝儿若是回来，让文房带他继续听戏。这小念，你听我解释。跟你说了，你要敢跟过来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要跟你回来。小姑娘，买个麦芽糖吧。红婶，我买、啊、我买，你陪陪我，我害怕。别怕别怕，那。哎呀，你们家这主人关系不大好啊。他们以前关系很好，很恩爱的呀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。别担心，夫妻之间啊，吵一架就好了。是在打架呀。天哪，生日之前我把爱心大缘分放在心上，不过一年一年繁华大梦就牵长，相爱茫茫不见人情，爱恨几何，一路多荒唐。小念，你听我解释。
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！司小念，你不是来真的吗？那你刚刚射我那箭是假的吗？你听我解释，解释什么解释？快点给我下来！小念，红尘与